Nice， 新能源战斗，率先出场的是钢铁侠，不叫林川，还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小羊，你们的小羊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挑战愤怒的超级英雄。首先出场的是德拉克斯，好疼，咦，还好，一下子全部消灭了。浣熊准备发射，哎呀，你这个技能怎么放的呀？乱射，一个都没中。树人，哎呀，树人是从底下攻击的呀，他不擅长空中攻击，这个就白白的送个人头吧。他这个树长出来还有点好看。最后永渡看你了，你的苍蝇大法，苍蝇飞飞飞，嗡嗡嗡。新能源战斗，率先出场的是钢铁侠，他刚刚被限制了一波飞行能力，太可怕了，这一波敌军有点强大。德拉克斯还非常的不给力，奇异博士分身开始，他怎么没掉下来，还差一个。最后鹰眼你最耀眼，好傻呀，今天nice， 哇，那是怎么断层了呀？我的蜘蛛侠飞一高，一箭双雕，直接成功了，太厉害了吧！鉴于刚刚蜘蛛侠优异的表现，这一轮还是他打头阵，哇，开了个好头。树人加油啊，直接消灭他！树长出来了，直接把灭霸消灭了，黑豹，在干嘛呢？nice， 最后冲的那一下还是非常帅气的。这一轮真正的复仇者大联盟来了，这些灭霸已经害怕的躲在那么多个犄角旮旯，都不敢正面应对我们。蜘蛛侠，我要想想，你要好好发挥你的那个蜘蛛丝的那个功能，把最旁边那个戴头盔的灭霸消灭掉。钢铁侠，你的任务就不重了呀，直接把最上面那个能消灭掉就好了，太简单了吧？飞一下，庆祝一下，开心！浣熊可是有子弹的扫射功能呢。结果最终还是靠他的头消灭掉的，子弹并没有起到作用。永渡，你的苍蝇人儿，飞出来，就直接成功啦！中间那个绿的，还可以动呢，好像跷跷板，转起来应该像个大风车一样。雷神这一次很鸡肋哦，看我最后奇异博士保龄球 ，biu 五个保龄球，1v1v1 ，nice， 他们掉下来了，小浣熊冲啊，啪 ，OK， 上面几个全部消灭了，那么现在我要派出我的大头儿子蚁人掉进去，然后从下面变大，直接把他们全部都撑破，他怎么变到上面去了？不应该是在里面吗？没有关系，让奇异博士爸爸来帮你复仇，我在里面去分身，然后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分身，嘿嘿，保龄球对保龄球，看我不射了你们！现在我的蜘蛛侠，不叫林川，还好。掉下去了，那就。钢铁侠，你飞一下，加油，飞！Yes, no！ 为什么把它转回去了？刚才简直太可惜了！蜘蛛侠，加油啊！nice！ 这个转的大风车还帮了我一个大忙，直接把他们转下去了。钢铁侠，你不用出来了！哇塞，我已经玩通关了耶，太厉害了我！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。